一点点挤，然后往旁边拉，然后到一个你想要的长度以后停下来收回来，然后可以做一些些方式，比如说像这边是覆盆子，覆盆子的干燥果干，所以蛮多人会用打一点点以后就可以裹住一个肉块，然后就可以拿去烤，而且还是真的蛮香的哦。用的是鸡胸肉熟的，然后蒸好的地瓜，地瓜不管是红地瓜、黄地瓜都可以。然后再来就是燕麦，燕麦的部分，我那边就开始摇摆。圆的感觉哦，那透过保鲜膜压紧，然后甚至有裂痕，就这样敷一敷，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细的外形，那非常可爱。然后第二个好处是，其实现在大家的厨房有些可能没有这么大，那 mini 的好处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小，那它可不可以打冰块？那我们现在就是夏天，芒果是一定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像打这类冰沙之类的，或是有些人很多要自己做浓汤的时候，双面的。因为跑是一面跑片，所以我换一下方向，关起来，然后一样想要挖下去。这其实它小小的，然后它大小其实不到一张 A4， 很轻。
外，就是直接入关到帮学生去分享方面，学生生涯的话，当初的目的同学能够清楚认识到有哪一些职业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到分和他们帮我们分享的职业很多，因为从医师一直到甚至连到厨师都有，甚至到这些非常应该是非常有名的，非常大力的邀请家长们来一起参与，所以说。口味的是比较口味的，好不好吃？还不错。柠檬比较多，对啊，今天柠檬放半颗。好甜，加点冰块。嗯，这种加冰块的饮料就要放透明的，不准。Thank you.
重口味的。水饺口味。水饺汉堡。